我是张信哲，我们玩一个小游戏，这个游戏可以训练我们的节奏感和注意力。我们现在开始。拍拍拍拿放，拍拿放，拍拿放，拍拍桌，拍拿放，拍拍桌桌，拍拿放，拍拿放，拍拍拿放，拍拍拿放放放，拍拍拿放，拍拿放，拍桌拿放，桌拿放。我们现在玩一个数字游戏，开始，二一六三，五二六四，一一五三六，二四二一五，一三三四五，四一一六三，二一五三五五三。四一六三一一二，多谢大家。